新书赠品，实力每次出版后都会额外赠送一个专业的一个投资法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这次实力要送，当大家在没有投资的时候，或是手中有持股没有动的时候，该去如何处理？这是什么公式？是 ETF 跟期货、跟台湾50、跟中型100以金融之间的变化一个公式。希望大家买到书籍的时候，把收据贴在网站，司令会开一个版，大家贴在网站上，司令就会把这一套系统传给大家，当做新书的赠品，大家一定会觉得司令又送了一个绝招给大家了。